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973雷梦娜，是加美残疾慈善机构的团队。我们大家一群人，一条好好心。哇，阳光普照。平时屋太华，因为我这里又住了4年，都是这个时候呢，是落雨啊，阴阴天啊。咁今日真系，哇！天公造美喎，就是1975年，是我第一次係搭中國大華。咁因為咧，我是香港人啦，就好想去外國留學，係見識多啲。咁嗰陣時個心願就係嚟外國。咁啱啱係我家姐遠到嚟呢度讀大學，咁我唯一可以選擇嘅就係隨我家姐嚟咯，就係咁簡單。咁我好高興今日能夠嚟到依個兒童醫院啦，屋太華嘅兒童醫院啦。咁我哋咧就有錢出錢啦，有力出力啦，飛到嚟依度，天氣又好，又可以旅遊，又可以做善事啊！咁我希望我哋俾多啲愛心依啲兒童醫院。另外一位咧，係我温哥華獅子會19L 居嘅師姐會長，請自己介紹。我係張麗麗 Lily 張，我又嚟咗温哥華31年噶啦。今次好多謝阿蒙娜邀請我加入加美殘疾慈善機構。嚟到屋太華呢度訪問兒童醫院，我係非常開心嚟到呢度，天氣好好，城市又非常之靚，潔淨哦，乾淨非常之好，同埋嗰個 hospital 啊，超級 hospital 係好大喎，好似國會山莊咁喎，成個山莊咁啊，即係好 surprise， 係首都嘅建設係好令我哋。覺得是不同 BC 省的，對不對？是。今次來的看到這裡 Children's Hospital 就有很大的區別，就是有很多新的大樓，還是有很多建築物，外接再來這裡呢，可以看到真的畫像出來。好的。Bailey 仲喺度喎 ，Bailey， 不如你嚟講下嘢啦。好多謝大家，好多謝大家。咁咧就係能夠嚟得到即係講實榮幸啊，去屋太華。咁我而家嚟到先知道自己做乜嘢，佢真係搞笑啊！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究竟今日我哋嚟做咩㗎？我嚟到先知。點解要嚟到先知咧？好 surprise！ 阿Mona俾個驚喜我哋。係咯。因為咧，我覺得呢個 trip 真係好遙遠。幾千里由西岸去到東岸，又怕個天氣不好，但是三位咁慈善的隊員是我加美慈善慈機構的 director， 但是他們是義工，出錢出力出心出時間，還要沒有埋怨，這個是很感動我。咁我亦都年事已高啦，因為我響2月中個風，咁就好，仲要更加自己嘅small is mighty 個 positive， 希望温哥華嘅慈善嘅團隊或者朋友嘅人可以為我哋加拿大首都 Trio Hospital 係包括整個 Ontario 嘅兒童醫院病童。的籌款，他們都是很缺乏經費的，跟 BC 省、Alberta 省或者其他省份的病童，都是我們華人應該是群策群力，一群人，我們大家一條好好心。 OK， 多謝各位。經理由溫哥華來到屋太華，是我們國家棟樑的首都，這間醫院是代表 Ontario 的兒童醫院，叫做 Trio Children Hospital。 我們千里來到這個地方，經歷經過多倫多和自己駕車
一群人嚟係為咗輔助癌症病童嘅籌款，遠在2020年係COVID之前，我哋就有咁樣嘅構思，亦都係同 Chill Hospital 有個約會去做籌款嘅。不過好可惜，當時係因為COVID而加拿大政府封城，所以就取消咗。經歷咗疫情呢三年幾四年，咁我哋仍然不忘我哋嘅初心，所以我哋呢群人就不計勞苦，係拋低自己我哋嘅工作，係遠道而嚟，係為咗係完成我哋嘅心愿，係為加拿大兒童醫院，我哋首都渥太華去籌款。不過係因為而家選舉嘅疫情啊，之後嗰個經濟唔係我可以預計到，所以我哋就唔辦呢個演出，就自己我哋一班人一條好好心嚟為 Chill Hospital 捐贈，係small is mighty， 所以咧少少錢2000嘅加幣，係希望可以大家群策群力，幫到少少力，係代表温哥華我哋嘉美殘疾慈善機構，多謝各位。